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文德斯。这个爆裂连携战已经来到了第七回啦。然后这一次的敌方角色嘛，就是这个查尔乌范，他的这个绘图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！这一张，希望会出一张以这个图来做卡面的卡好了，最好是 LR 啊，帅到爆，非常的帅气。然后对敌有效类别是这个新类别啦，横渡宇宙的战士，然后恐怖的征服跟纳美克星人。哇，这个纳美克星人真的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突然间就把它给搬出来使用了。然后有在浓着，可是很多角色都还没浓完啊，所以就紧急的把它给摆上去罢了。这次的对敌有效角色基本上就是波杰克一族，他们的那个什么黑拉一族的角色啦。波杰克，然后这个是 Goku 啊，然后 Zangia， 这个 Lido， 这个这两只还蛮，老实说没什么用啊 ，SR 化的。然后接下来嘛，就全部都是 Piccolo 比克，基本上 Z 片的应该是会比较 OK， 好像啊都是 Z 片的比克。这片的比克才有那个特工角色。这边的话，今天打到最高，我靠，113000万分，什么神啊，全彩星啊，这个真的是这一轮嘛，讲真你要打到破亿可以说是容易，也可以说非常的难，因为这种冷门角色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练啊，尤其是需要很多都是 SR 升上来的卡，然后 SR 一般抽到基本上都是送去婆婆商店的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困扰。像超属性倒还 OK 一点，我至少还抽到一些这个比克，然后免费卡的也有好几张，像是这一张素鼠的，然后这一张嘛，因为它是纳美克星人，所以我是摆进去罢了。等看之后有没有弄到其他的话再来更改，因为这张的话啦，整体只有这个纳美克星人这条连接可以拎得到，跟纳美克星人的类别可以拎得到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废到完。冷静的判断，是有啦，是有，可是只有在选择这个当做 connector 的时候才有，好像是，所以也是蛮麻烦的，算是起来是蛮废的啦。这一张如果可以剔除掉的话，啊，这个真的是有点麻烦。然后这一张也是免费的，最近这几天我都在弄这一张，上一阵子星期二跟上个礼拜天，可惜真的是来不及把它给这个开路开满，不过暂时也有55%，暂时放上去了也好。然后在极系这边，这边就我个人打了几场，真的是有发现到，不要放最凶一族，放最凶一族真的是伤害量完全会被压到完。甘愿就是放像这些这种 SR 角色都好，这种 SR 升上来，像我这样是没有什么了。可是因为我有组过这种，没开路，然后点数这些全部不高。但是全部都是特工角色的话，怎样都可以打个6000万的伤害。可是如果组最凶一族的话，就算我比克那边选的再好，最凶一族的连接再棒，都没办法打超过5000万。哇，目前还没有试过用最凶一族打超过5000万，所以我个人这样尝试下来，这个用这个黑拉一族他们这些波杰克这一族了的角色，就算练的不是太好。打底也是有一个6000-7000万，只要两边都选的差不多的话，打底也是有6000-7000万的伤害，所以就尽量了把这些特工角色给安排上去。然后至于我会把这只Freeza 跟这个放进去，是我真的是没有其他选择了，我真的是没有其他选择了。这个就我讨论的神奇，这一边。因为这一边的话，因为这个这一张的话，至少它本身就可以刺到三个，纳美克星人、恐怖的征服以及这个横渡宇宙的战士，这三个特工类别它都有，所以把它给放进去，应该是可以刺到不错的伤害了。
然后剩下的嘛，我就真的是没有其他选择，除非有人愿意接受这张 SR 的这一支啦，放进去增加它的这个连接数一点点。不过老实说，我真的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用处啊，因为三维真的是太低了。那么倒不如把这个 Freeza 摆进去，打底也是可以吃到 Boss Carrack， 恐怖的，征服的野望这两个类别，这两个连接。然后类别方面嘛，也是有这个，横渡宇宙的战士跟恐怖的征服，就我是这么的想法啦。不过真的是纯粹组这个最雄一组的话，真的是不高，伤害打出来不高，所以我比较推荐就是可以的话，都放这个，特工角色放下去。像这只詹亚，就算是 SR 练上来，摆上去都 OK。这只我也是还没开，没办法，真的是没有的。谁会想到 SR 卡会有用途哦？之前全部都卖完波波商店了。这个也是还是我在早期，因为这个角色还算不错，蛮香的，就稍微留了一些才有到 level 9，不然是完全都不再练了。真的是蛮痛苦的这一轮。说它容易，就是因为只要凑够这两个队伍，大概率都可以打过意义分，比较有机会。有蛮多彩星的情况下，然后说还难的话，这一节是谁会练哦？超麻烦的。目前来说，我个人是打到8700万分，这也是一开场的时候，真的是相当好运。比克这一边，超系这一边全部比克，然后极系这边有很多的那个怎么说？波杰克四只波杰克，然后再加上两只斩架，这两只斩架蛋还是素鼠那一只讲的 SR 升上来的。你看这样子随便这样组一组，里面彩星是有两张，当然还有 LR 的波杰克都可以弄到8000多万的伤害，所以这样看下来其实就大概了解要怎么打了吧。这个特工角色的作用真的是很大。然后我在用到这边，这个比克彩星数蛮多的情况下，可是用最凶一组的时候，应该就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打一个4000多万伤害罢了。所以真的是不推荐放最凶一组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就是把波杰克他们的一组用来做这个 supporter 会比较好。这一次就真的是这样子了。然后这一轮嘛，就稍微选了一些队伍。这一个就比克全彩星，不过中间有这一只啊，真的是蛮可惜的。可是这边因为彩星真的是很多，所以就把它给选出来了。还是有其他的选择更好，真的是目前没有太大的太好的选择啊，我真的是觉得，这个全彩的，因为中间这只 Nelly 的连接其实也不是太理想啦。那枚克星人冷静的判断，力战的战士其实蛮多，比克都有这个力战的战士，没有记错的话啊，这只也是有，可惜这个队伍内就没有他。超级战的话，其实这只有没有超级战我也不是很确定。限界突破，这个是限界突破。这一边组出来超系是全部比克，然后都是彩星的，22.2.25，这样的话这一边是40，连50点都没有突破这个 link， 点数好少。然后极系的波杰克这边就三只波杰克，再加上一只那个 Goku 啊，然后两只纳米克星人的这个 Slug。这边的话连接的点数倒还比较高，有去到56点，主要还是因为它全彩星了，所以想说要来尝试一下。这边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好的选择，这一个是最棒的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来尝试打一轮啊。这边的话，这个主攻角色的话就 LR 伯杰克 LR 比克，要不然的话有把这一只给练到满彩星，然后彩星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主攻角色。有看到人用这一支成功破译的，
哎，这个就尝试一下。哎，这边最优选择当然是三名波杰克点到完。哎，一二三。然后比克这一边的话，大概就是把有披风的全部选上去了。一二三，就这三只，三个有披风的比克，很简单的选择。这一只宇宙生存篇的比克在这一边的话，它的连接稍微麻烦了一点吧，好像有点。嗯，就这样子啦，先尝试一下。总之比克就是三个有披风的比克，然后吉鼠这边的话就是三名波杰克，这个是霸选三的时候要选的。 Let's go， 先记住先。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，选得越快伤害越高。这边可以破个9000万我就非常满意了啦，至于破亿的话之后再慢慢选。接下来还有反正这个活动是7天嘛，慢慢选出来，怎样都是有机会的。你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人懂得怎么去操作的时候，就会更好了。 Yes， 波杰克三张。 Yes， 三只财经 Nice， 三只波杰克的连接应该算是会比比克更好了，我个人觉得。 OK OK OK， 葫芦炮啊，看一下可以打到多少。嗯，点数那一些其实都不是很漂亮，对眼是全彩星啊，真的是全彩星，就刺在这一点啊。哎，反而更少哎，7300万罢了，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，可能死就死在那两只，死在就是死在这两只吧，是啊，因为这一边来说，哎，可是这边的这个点数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这边是12跟10点，哎，这边是有22点的，难得。要不然就是这边的问题了，要不然就是这个比克上面超速的问题了啊，没办法，哎，不过打底7000万，可是这边这么弱的话，我可能就觉得是这两只有影响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第六宇宙的纳美克星人不太棒，而且这个不是特工角色，奈瑞也不是特工角色。然后这一只宇宙生存篇的比克也不是特工角色，应该也是影响到。这样的话在选择比克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都是选择这篇有特工角色的比克会比较好。哎，不过啊，这边先给个赞，虽然说没办法让我破亿，不过确实是个很不错的。然后这边时间也不够了，也没有次数了，所以这次尝试就到此就好，一次就够了，可以看一下。嗯，这边的话看一下哦，回来看一下的话，这一边这一排过去，哎，全都是特工角色，除了奈瑞之外，难怪了，难怪有差别，伤害差别那么大。下面的话看这边的话，财星就两只，剩下的基本上是有一只最新的波杰克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啦。那一只的能力可能三维会比较高一点，不过其他的话这两只都没什么练到，而且这只还是 SSR 的情况下。嗯，可是这边的连接 link 的话去到的点数会更高啊，有65点啊，大概率是可以看得出是什么问题了啦。知道问题之后再继续改进，然后之后就继续来尝试去挑一下，反正这一次又是会选到眼睛脱窗了，累了要死。 OK， 那么希望全部人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把1亿分的伤害打出来。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またねー。